我其实蛮喜欢蜜草神殿的地形，他就长条形的，一路点到底就好了。龙头人谜语，哎呦，也不用抖那样，我等一下把碎片给你嘛，要什么宝也都给你，没问题的，要图也给你。我相信大家打牛头人最想要的，应该也只是那个碎片跟图而已。打到什么都给你，只是示范示范而已。啊，这会施暴。我那天打到一颗很怪的珠宝啊，那个宝箱还有出那个，那个宝箱还有出那个那个叫什么？出那个物质。结果那个人就两颗都跟我买，重点是一颗一颗也才一颗，我觉得只能卖一 C 的珠宝，他出了一个什么六 C 还七 C， 我就很开心的卖给他。也感谢瑞佛之语，这件带我怎么没看过啊？这个很厉害吗？很贵吗？我真的不知道，我真的没看过这件带。感觉应该好像很稀有，不然我怎么会没看过？这颗有德威差的价值吗？有啊，这个好猛啊！哦，你这个还不错啊。欸，我跟你讲，讲到这个丢一差，我给你们看看我这颗珠宝，你们要不要跪着看？这颗珠宝真的他妈太强了，增加 10% 感电效果，加两个闪电伤，还有一条生命。那你知道重点是什么吗？我那条生命是我一叉叉出来的，这个珠宝是我这辈子看过最屌的珠宝，超级完美的这个 build， 两条法术闪电伤，生命再加感电效果，感电效果对我来说比闪电伤还要强，这个珠宝超级夸张强，超夸张，讲普通的就是你没玩这个 build， 你有玩这个的话，或是任何一个电器技能，你看到那一颗珠宝基本上是鬼。因为感电效果加 10% 这个属性太强了，而且在其他地方无法取得。没有，你这样想就好了。为什么要穿硬菩萨？就因为它的感电效果加 38%， 那一个珠宝就给你 4% 嘞。这感电力爆有没有搞头？力爆通常不会用，通常不会用元素死完啊。帮别人代打出来的，哦，两条愤怒哎，哦，这个好猛哦，这个好猛，这个我的龙打很喜欢，嗯，凝视。很喜欢，现在已经是名士哦。我只讲很喜欢，我又没说我要，对不对？差不多了，靠北。什么东西很痛？欸，我如果是刚他那个 build， 我已经死了。我刚刚我人物被晕眩，你知道吗？他的那个伤害太多了，我被晕眩，我根本没有做攻击。我本来飞出去的那个电球在帮我吸血。我操嘞！吓死人了。而且我伤害真的比他高很多，真的不是我在开玩笑，真的高很多。我的那个球的那个密度完全无法比较。嗯，哦，差不多打完了，来打那个牛头轮吧。Mm-hmm.
哎呦，感谢时光旅人，感谢你的订阅，差点没看到啊！看一看，突然好想订下去，订下去就对啦。我这么认真在做这些影片，对不对？给一点支持，给一点支持，至少我心里比较舒服一点。Stay sane。不然人家奶妹开台，他妈的，楼内一直跳。当牛头人就要来一个猛的。不够强，我可以坦更强，但是他稀有怪很多，我还蛮喜欢的，这个趴数很高。不同造价伤害不是，不，他那个伤害不会再上去了，他那个没有办法加伤害。光那个不能够用，光那个叫什么？那个叫做光不能够用雷霆，这个点就差很多。而且他的一，他的整条魔加起来，他的那个，他的有效血量大约是接近6500左右。而且他的人物94等，我如果等级高一点的话，其实我的有效血量并不会比他低很多。我现在有在想，我要不要买一瓶那个维克塔的血迹？不知道伤害会不会高，不知道伤害会高多少，还没测过。但是我现在没有什么水可以换掉了，因为我哲力三抗都撑好了，我真的没有办法把我的哲力拿掉，因为哲力加的防御面也太爽了，所以我不愿意拿掉我的哲力。然后女王水的话，伤害又一定很猛，我又在 T16遇到冯康，我是不是天选之人啊？我要血海了吗？要血海了吗？出大事喽！出大事喽！这看起来是会出网的哦，这个路线看起来是会出网的路线哦。我记得那个洞口，只要是那个洞口，如果是只有一个出口的，就是会出网。音背景音乐我没有开音乐啊，还要特地开音乐太麻烦了。我记得可以看那个地形，可以分辨啊。没网吗？哇！聊天是 ES 腰带的票数最多，靠北啊！也这样嘛。顺便跟你们说，你们不要打我，不能打毛衣。而且我20颗连结点到6连，然后我拿去换了女王的预言盾。好爽！你们可以去查我那个人物，我的那一只冰川之刺，现在的那个盾牌是女王的预言升级过的版本。嘻嘻嘻。
嗯。哟，哇，八四的勘察之眼，越海了。我昨天不知道为什么，没有，我昨天就在做善事哦，我昨天就是在测东西的时候不小心打到了。我昨天在那边测东西的时候，一开始你知道我一开始是怎样吗？我抗性没有满，我就去测，因为我懒得弄抗性再测，因为我那个帽子啊跟那个东西换一换之后抗性会乱掉，就我发现乱掉之后我根本测我那个抗性没满根本测不了，我都打很高等的图再测，我人会一直暴毙。哇，连王都没看到，林老师。硫磺跟女王，当然女王啊，硫磺也太烂了吧！你不要这样子好不好？你这样我很尴尬呢。他妈的，真的是移动腰带干！你们他妈那么诅咒我，还烂到笑，烂到不可思议！天哪！他这个属性怎么看起来很像三等捡到的、啊？啊！哦，好痛哦！啊！哦，他一个很多颗哎！哇，我一个暴毙！哼！好、啊，你们去玩他的好了，我被打死了！影片剪下来，靠北。哎呦，要当黑暗来犯。完了完了，没人要抄我，真的。完了完了，囤的笔卖不掉了。刚上传影片要退下来，还没上传，还没上传，还好还好还好。我刚闪避水断掉了，我自己没按啊，低能啊！杯瓶要记得喝啦。你看我后面走回来，我两下就把他杀了，有没有？嗯，这个 build 血量太少，我觉得是等级还不够高。你都开超了，现在回头还来得及哦。哇，这把还蛮顶的、欸。还不错，牛头锤，终究只是一个牛头锤，烂的丢工会场，先找一夜藏起来。嗯，嗯 ，Glad you made it back.回不了头了，靠背。懒要付出代价嘛，对不对？懒的话就付出10%，代价很正常啊。懒到连水都没按，当然就下去探亲，有没有合理嘛？他妈的叫你不按水，真的是阿布活该下去。遗物药剂配合一星药引效果还是大，还是没有点可以？没有点可以喝啊，没有问题啊。欸、我刚刚那条腰带86基底、欸，我来洗一下好了，好不好？充满梦想的洗一下，来。
点个几下看看，看今天有没有感觉。这个东西真的是看感觉，看一下今天的感觉。冰冷抗，的力量。哎呦！哇，对了，可是好低呀、啊！哎呀，十八是差不多，不太一样。这个是致盲，致盲是50%，你这个是10%，但你这个可以叠在致盲上。所以如果你已经有致盲，再喝这一个会比较好啊。我是因为没有致盲，所以我喝这个。他出对了，可是33，不过今天有感觉啊，就是。点个两三下就出来了，我觉得有感觉。哎呦，感谢 JSY， 哇，29个月的订阅，好屌哦！毒不是别人的吗？哎、欸，对吼，欸、对，我他妈讲了讲了，就把它快乐的存到了我的仓库里面。刚我掉图吗？刚我掉图吗？我没掉图。嗯，祝福我，我干你这个好猛、啊，10而已。好了，我去把碎片给他。嗯，一张瘴气 T9，这么惨哦、喔！我相信他不会连瘴气泥沼，找一下瘴气泥沼。在这，来，别难过，乖，没掉图，我很难过，但是有个碎片可以给你。欸，我很容易出那个元素伤害很大那个，今天感觉有 feel 哦。腰带啊，牛头锤，脑乱者烂的给他，脑乱应该不会想要吧？谁要那个脑乱者啊？对，我刚才有掉脑乱，你要脑乱吗？有人要给我脑乱，我他妈都叫他留着了。一 C 的东西他妈占我6个格子，操你妹的！不用，哇！脑乱被拒绝了。现在都有核虚了，还脑乱，真的是。哟，有 feel 哦！哎呦，哎呀！哎呀，最后怎么倒下了？死在最后啊！啊！还好啦，有那种不需要武器元素伤的 build 还是可以用。笑再上个一叉不要啊！等下妈血不见了，这个我要用了，这个超强的，我还上到顶了，这条我要自己用。你妈逼，真的是别在那边，真的是一堆魔鬼。不理你们，这条我要自己用。他妈的，这么漂亮一条腰带，你们在那边。
别人腰带，别人骑那么高兴干嘛？那腰带是我的，好不好？我进去那个里面打到的。不要不要，挖个屁呀！妈，挖那个洞就不见了，那边挖，你在挖。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笑护盾就不见了。我操！不要闹啊！真的不要闹，真的不要闹，这个腰带真的很强啊！信你，干我不想信你，对不起。我真的不相信你，跟我爸七八像，我多你那一条护甲吼，我的多那个护甲吼，金子一把无效就不要啦，不要啦，不要我不要武器元素伤，我又不缺武器元素伤。不可能我啊，我无效到哪一个都不赚啊，而且我无效到护盾干嘛，我无效到护盾我还是不赚啊，你试啊，是不敢试，我不敢，这条已经可以用了啦，注意的给我洗，用了不用了，这个就好。你师父说四 T 万步无效是棒槌，他妈的无效那就爆了，我跟你讲。我就不想气你们，你们他妈的每个这边讲干话，这条腰带这么漂亮，你叫我无效他。绝不能无效。我如果把闪电伤拔掉的话，是一二三四五分之一的机会，五分之一赌个屁呀！而且也没有四 T 1，只有血跟护甲的 T 1而已。不能，不能，不能再听你们了，太恐怖了。这个不无效了，不能，不能，这都不行，这条一定要留着，这条真的要留著。你得观众，观众的尊重有屁用啊！操，那当然不无效啊！就凭你这句话，我绝对不无效他。观众的尊重就是最没有用的。操！我看，哇，十点。想想一开始的六连图腾一，我操！不行啊，不行啊！真的觉得这不能无效。那条是要用的，那条真的是要用的。那条已经比我任何一个人物身上的腰带都还要好了，没有理由不带那条腰带啊！我真的要用，也是把我别条腰带弄掉，也不是来弄这一条，对不对？不太可能掉那一条，不行不行，我一定要忍住，这个我一定要忍住，真的不行，真的不行。嗯，到 T16马上倒，T16本来就跟前面有很大的门槛的差距，
别忍了，不行，这一定要忍住啊！真的要忍住啊！那个，哎、欸、干，哦，我把95生命点掉了，哎、欸、有回来了。不行不行，不能听你们这些魔鬼，真的是魔鬼。今天有感觉，今天没什么感觉。哇！我拼这一个。我拼这一个。生命，生命，What's up, bro? What's up, bro? What's u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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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操嘞！爆扯哎！太屌了吧！哇，又上到一个满的、欸！Holy shit！Holy fuck！ 这一条可以拿来卖啦 ！Oh yeah！ 嗯 ，Z， 啊啊，好爽啊！啊啊！好爽哦！你要改名叫王永哲，神圣洗一下，这一条不用神圣啊。这一条的话会让火抗跟冰抗大一点而已，应该不用。这一条感觉不用神圣，够了够了。啊、哦，这条石摆着等人家才杀价 ，OK 的。这一条真的屌，这条妈的超恐怖，这条超扯。再来一条，没一叉了啦，没一叉，没得洗了啦，没一叉了，没办法做了。这个还有救吗？有啊，这个怎么会没有救？你这个再上一条抗性就可以用啊。不然还要怎么样？你就直接护甲大师打一个火焰抗性、冰冷抗性上去不就可以用了？你好实习收，我操嘞！二团泼上去不止十一，我操，还有两一叉哎！哇，顺便有一叉可以做哎、欸，太棒了吧！多玩一叉，一叉就来了，太棒了！有没有？我这个打宝应该最起码80000%，跟你讲。有元素上的那条可以神圣，是啊，可以神圣。哎呦，就来了，哇，一样不要，哎呦，混沌抗的好吗？再来一次啊！今天都这么晒啊！嗯，你们都不喜欢混沌抗，为什么？啊，听你们的，听你们的，为什么你们都不喜欢混沌抗？混沌抗还可以啊，这颗可以上富豪吗？可以啊，拼个生命啊。嗯。
1X 要骰 AED 是不好骰啦，但是觉得以我今天的实力应该有机会。70了，逃一个看看，不要了。有84，人太低。好像 feel 没了，好像没什么 feel 了。刚点错了，没事啊，怎么重注干嘛？就按错了。好，再来听一次女爵，听一下维尼的加持。哦，来了，一条普通，这条不大师，这条不一叉，一定不一叉。但这条可以这样子做，这条可以这样，这条可以直接卖。但是我又不缺钱，我干嘛卖？这条可以这样子啊！我刚才上22哎，你知道这个腰带长这个样子？出去大家就抢着要啊。这个长这个样子应该可以卖个1-2亿，应该都卖得掉。这个长这样就可以卖了，而且超多人要这种。我宁愿这样子再上一个一叉，看他会不会出一个兵，看他会不会出一个下面那个抗性。真的是 man 坐庄哎 ！Holy fuck！ 你这个怎么这么厉害啊？你这个需要留两条啊，还是前缀比较值钱？前缀不值钱啊，你前缀已经有生命，又有武器元素伤了，已经没有任何值钱的东西了。你如果是自用的话，你的抗性够，那这样子就可以了。啊，如果你只是想要坐庄体验那个爽的感觉的话，把前缀塞起来，塞一叉，塞后面的抗性，我觉得比较好。这两条有价吗？这一条贵一点，这一条基底好，这个头错开，所以这一条我觉得有一叉，一定有，这一条一定有一叉价。大概也是大概2亿差左右，这一条便宜一点，这一条我预估差不多1亿差是上一点，这条有救吗？可以啊，你就后缀塞起来，你上个火焰抗性，给他一个1亿差，看会不会来个90生命，你这条就起飞了。两个抗加一个混沌，这个也不错啊。阴抗小儿麻痹，哇，真的小儿麻痹了。但你这个已经很强了，你这个已经很强了。我跟你讲，如果今天你是实况主，他们这些王八蛋就会叫你无效了。看看这2184个人的脸，不对，要剪掉你2183个人的脸，他们一定会说无效啊，无效啊，你是不是 pussy 啊？
你四八是 pussy， 你四八是 pussy， 他们就会这样开始密你。我现在就开始预演一下，你四八是 pussy， 是不是不敢无效？马上就来了。哎、欸，你这个真的尴尬爆！我跟你讲，你这个腰带要是三年前的话，还蛮厉害的啦。脚乳宝宝，看一下，哇、哦，你这还蛮厉害的、啊，蛮厉害的，蛮厉害的。要弄正火怎么搞？你这个已经，你这个就直接复航下去啊！出生命你这样就可以用了，不是吗？不过你的燃烧伤害是 T 3的，蛮可惜的。等一下，冰川图灯好用吗？还是匕首附加冰伤加混沌伤比较好？妈那个，你拿一个长这个样子的武器跟我说这个好不好用？你是不是希望我打你的头啊？你看这个人啊，他贴一个长这个样子，他贴一个长这个样子，然后问我说这个是不是不够好？你这个我跟你讲不够好，你这把给我用啊。不够好，不够好，给我用就好了，好不好？我给你看我的好不好？我给你看我的武器，我的盾是女王预言的升级盾，够屌了吧？我的武器长这样，他妈的只有35%物理转兵了，跟范围伤害还有法术伤害，你那个有三条，我只有一条。你跟我说你那个不够好，那我这根是拿来干嘛？拿来剔牙的，是不是？我的盾牌长这样，我的武器长这个样子，他妈了个逼！为何女王盾？我刚有说啊，我昨天打到猫一，我就拿猫一去跟人家换了。我昨天一个不小心就哎、欸，这不是衣服吗？嗯。打到一件猫衣，然后我就问那个人说要不要换，他就跟我换。可以玩那个女王盾吗？可以不要吗？这是给正火用的吗？是啊，是啊。半残，是这个真的是半残，而且它真的可以，你看哦，你看我拿这个盾。这个诅咒对我完全不受影响，你看我有时空锁链，我完全没有被时空锁链，超屌的这个盾，这盾他妈超 OP 的，嗯，这把呢，真的是欠黑耶，这些人，妈的又来一个这个范围伤害加两条的，操你妹的！这个也是你这个，你这个不是半残，你这个全残哦，你这个蛮残的。有用吗？这个没有，不太有用，不太有用。头掌女神怎么没继续玩呢？那一只闪电传送我太好玩的了啦，我控制不住我自己。哇，你这把好厉害哦！你这把我好喜欢哦。这把点金出来的好吗？你是不是也是吃屎长大？你这把我好喜欢哦，好喜欢哦。真的好喜欢哦！可以交到皮卡丘了！我操，他闪电伤怎么那么高？可惜不是深渊伤。哇，最后一条真的是难过。Well， 没有，你知道为什么那一条对我来，为什么那个武器对我来说很好吗？因为你们还记得我这个的套路吗？我是用火蛇。放在马拉凯的巧技上面拿元素之像，然后它这个东西的附加，你仔细看它这个，它这个东西对我来说真的很棒的原因，是因为它的附加是冰冷跟闪电，而且它上面没有法术点伤，所以我的火蛇它可以完美的帮那两个元素伤穿透，超级强。哎，你那把借我看一下伤害，我看一下我的账面，好不好？就借我看一下账面，够了。
让我看一下我账面。我只想看看账面，好不好？烂 招，解就下线。没有，我真的想看一下我想看一下，我看一下我的账面跟我现在这把匕首会差多少，就是我很想知道。这个有价吗？有啊，为什么上生命回复速度上个原武器元素伤害比较好卖啊？直接挂掉，没有了。你看，你看我这个29605，妈的，这个秒伤爆干低，嘿，哦，33呢。多4000欸，好多。水喝。靠北，我妈的，喝了解诅咒水。啊，还你！真的是蛮喜欢的，真的是蛮强的。看台沾运气，我操，两条愤怒哎、欸，而且还40%哎、欸，好扯哦！你知道那个40%爆干难骰，那个愤怒最难的点就在那个40%，好难好难骰。有啊，爆一下，你这条好强哦，这个珠宝，珠宝我也好喜欢哦。生命腰带有搞头吗？有啊，但是你这个很可惜啊，你这个还可以上武器元素伤，但是自用比较顶多自用啊，这有没有搞头？没有，你关台吧，没有人会怪你的，靠背啊。这个 OK 吗？这个当然 OK 啊，你这条就是自用很棒啊。你的，而且你这条，如果你今天抗性够的话，你火焰抗性还可以拔掉换成武器元素伤，这把是不是没有用？看一下，没什么，比较没那么厉害，但是还可以。他最底下那条有点烂，他卖吗？哦，他要买。哎、欸，这个人讲到关键了。我今天这么晒，我他妈自己来，不对，我要做匕首的底，想要匕首，我想要匕首底，我不想要这个底。原状吗？保持原状就好了。这个可以卖你生命双抗元素伤，是说这一个吗？还是哪一条？这条我要用的，那一条可以卖你啊，那个没有问题，那条卖你。35元素伤啊，35元素伤我要用啊，35元素伤谁屌你啊，这条我要用啊，而且这条31差也太扯了，这条差不多15一差，我跟你讲。81的要吗？有没有人有金光波刃底的，我跟他换好不好？权杖的还比金光波刃的贵，我跟他换应该是你赚，好不好？我用虚影权杖底，这是最好的权杖底，80等的，跟你换一个金光波刃底的匕首，二本。这个要继续做吗？我看，哇，你这个很厉害呢，破戒，这个尊师底的东西，8%生命很厉害吗？我其实不太确定。
我没有看过这个，但你这个看起来很厉害。他这个96加8发很厉害，我觉得你底下还有那个第三条，你现在就这样子，你上个武器元素上卡一个前缀之后，直接一个一叉下去，看他会不会来个40抗，有没有？靠北没事的，要无效吗？这个不无效，这直接重做。这个可以卖多少？这样子吗 ？Yes， 哎，干，你这个已经做好啦，你麻痹耶、欸，有没有没做好的、啊？这基底坏了，是你投错胎了。你发现你原本要抖内的星空匕首被朋友干走了，哇，真是遗憾。Yes， 就是像这样，你这个就是两条物理，两条真伤了这种。你这个我是你就无效了，这一个笑了，这一个笑了。嗯，这条可以卖吗？当然可以，不好卖啦，有点烂啊。弹幕可以改什么？玩弹幕一定要武器元素伤啊。做出来了哦，会做哦。木恩这么猛哦、啊。中毒投错胎，中毒好处理啊，你知道为什么吗？中毒是后缀啊，你上个前缀无法被改变，直接重铸下去那一条不就不见了？拱拱。好了，我要做这一把。我今天这么晒，妈的，趁胜追击，赶快做。哎呦，物理转闪电伤，一个后缀直接上了，爆了。这个其实很好， 没那么难做，因为你可以其实做起来还蛮轻松的。飞羽的祝福为什么会在药水上面啊？这是三小啊，谢谢。这个跟我的底一样，拼无效吗？这个不拼无效，你就直接用就好了。你这个不会很贵啊？你的闪电伤为低，但是我觉得应该还是可以卖个三四大左右。为什么飞羽祝福会？哎、欸，所以这个喝下去会发生什么事？祝福呢？哎、欸，等等，我可以，我可以放哎、欸。What the fuck？ 他可以附在药水上？牛逼！我真的不知道哎、欸。What the fuck？飞羽的、欸，可以、欸，傻笑，要喝过才可以放、欸、你看，我现在没有卸降啊，喝一口，嘿，就出来了呢，然后 POE 就淡掉了。这什么东西啊？被俩包了，被锁账号了。哎、欸，什么开外挂？不能怪我哦，不要乱栽赃哦。我大家都有看到，是突然有一个人交易我的哦，是旁边那个人交易我冒出来的哦。这个不能怪我哦。
再来一次，再来一次。很小啊，等一下我这边是蟹酱啊，那我喝一瓶。蟹酱不见了、欸，不烦。那我蟹酱哎、欸，我把蟹酱拔掉，喝一个飞鱼的。那我的飞鱼怎么不见了？不烦。哎，飞鱼又出来了。这是飞鱼的，把蟹酱装上去。哎，只能有一个哎，我不能同时有两个哎。嗯，我把水喝完的话，飞鱼还会在吗？对啊，我把蟹酱拔下来，为什么飞鱼不见了？怪，有。如果我把它喝水喝光会，啊，我喝下去祝福就关掉啦。哎、欸，这超烂，根本不能用啊，没有办法使用啊，因为你看我开了之后，我水一喝下去，噗就不见了，喝了就被关掉了。谢谢你送我两瓶，看起来真的很帅的装饰品 ，Thank you。专题还没做，专题没做完还要再练一次，我操，还不赶快去做专题？必须做这一把，觉得这把今天蛮有 feel 的。先有感觉，哎呦！有牛逼的魔符吗？我不知道，我没有玩魔符联盟，我看不。啊，魔力！欸，不是说有一个什么用野兽大师用什么东西可以很容易出那个真伤是怎么做的？我不会弄那个东西，那个是怎么做的？不是有人说可以用什么东西加什么东西，然后可以让什么让那个附加属性那条什么80-90%几率会出那条属性？帮你教一下，教一下。我记得可以这样子，没有，那不是 bug， 是在某些词缀凑在一起之后，会让那个额外加伤害的那一条，就是额外转伤的那一条，会出现率会变很高。我记得好像是用狩猎预言的某一个预言下去做的，它出的几率好像会很高。好像是什么锁后缀，然后哦，只有细剑可以哦。哦，好吧，我记得是用细剑，然后锁后缀，然后用细剑上那个什么，只有法术只有物理词缀，还只有法术什么物理词缀，还什么词缀，然后他就会90%几率出那个转账，只有细剑可以哦，好吧，哟，不行，我不能用闪电杀。嗯，保前留后。匕首就没那么好做了，我觉得。而且我感觉我运气用完了，刚刚那个腰带真的是不敢出门欸，不敢出门欸，可是又想去买便当欸，操，好尴尬喔。怕我去买便当之后就回不来了，但是又好想去买便当，人生的纠结。叫外送，先洗两后一前。哦，然后消一后上前嘛。U 一叉剩下就很好出兵的，大师无法出攻击。OK， 要支援吗？
但是我想要做匕首的，匕首才有法术属性，然后来晒一波。对啊，让我晒一波。这个大概多少？不会很贵，但是还可以，大概也就是一两一叉吧。那个血量就是整个腰带价格影响最大的部分。那个血量要是很大的话，哦，那个价格都超扯。这把药吗？这把怎么好像很厉害？没关系，你留着好了。这个上前最不能改，然后重铸再复好。重铸之后不会复好，重铸之后还是黄色的。是重铸之后上复合，不是复好。你这个上前缀无法被改变，直接重铸它，它会是黄色的，然后有那两条。你这个项链不得了，应该很厉害，真的很厉害。他那条也不是不喜欢啊，是我觉得我有机会晒出一把差不多的，我想要自己来。看 T1 的哦 ，T1 的哦，来哦。哎，等一下，我先用我的精髓点一点。精髓，踏踏踏。看一下精髓有什么值得点的。法伤的精髓有没有？法伤的精髓，避法术伤害。哦，这一个。为什么法伤的精髓可以点？地暴率、释放速度。好，先点这个。哎，这个。哎，法伤哎，这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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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哎，为什么不能用？哎、欸，我断线了吗？刚在爆干那个、欸，来，我操，双 T1 呢？哇，没了，断了，妈的五五五五。真的是呜呜呜呜哎，难过。双附加应该真的不好洗，我觉得比腰带难度大太多。你知道双附加都给人一种，我还不如花个六一叉去买一把双附加，然后再加一些不错属性的武器，也不会很贵。你们会有这种感觉吗？我都会这样子。我会觉得我要在这边洗这个双附加，我还不如直接去买一把就好了。开错角色是这样吗？好，我换一支，先把这两瓶水存起来。这两瓶水很臭逼耶，换王永贼来，王永贼比较厉害。六一三只能买要底梯的，没有吧？双 T1 的双一个 T2 一个 T1 的应该差不多吧。哎呦，那顶低一下就有了。但至少是个好兆头，好兆头。光附加长这样吗？是，就长这样。麻痹，你这个也是有够强。
哎呦，穿透！啊！嗯，好像也没那么容易出呢。啊，太低！哎呀！你刚出一个蹦出哎，好扯哦！刚出那个物理点伤 T1，哎呦！啊！这个也没到很烂啊，还可以用啦，这个还可以啦，不到很烂啊。但我觉得我现在已经功力尽失了，运气都用完了，真的不太行了。再让我做一次就好，再做一次，好不好？出一次，然后让我骰一次。预售焚花翠绿珠宝，这颗我要用啊，而且80C 也太低了。那颗我他妈五一叉才想卖哦、喔，颗太猛了。龙打勇士龙打完美珠宝，没出附加好的也有好处，没出附加骰得很漂亮、啊。哇，太低！哎呦，来了，来！我们还是来打图吧。干，标爽的我没有标啊，我只是放在这边我要用的、啊。宝宝比较穷，仓库也比较小，东西就只能叠在一起，真的是。这有很烂吗？没有啊，普通烂而已啊，还可以用啊。那个大概可以卖个二三十 T 吧。这200有用吗？这把是完全的垃圾。这把也是。你是真看不懂还假看不懂？还是你只是想跟我讲话？新手，好，原谅你，因为你贴的那个东西烂到我觉得不可思议。匕首哪有很难看啊？就垃圾嘛，对不对？很简单看啊。通常你看不懂的东西都还蛮烂的。这把有救吗？这把有啊，这把有啊，这把可以啊，那把也是一样啊。那个前缀无法被改变，直接重铸啊，然后自己上其他属性，上那把就可以用。没有马拉凯跟蠕虫女王镜，是不是不要用残虐？对啊，不用残虐的欢愉。你要带那个免疫诅咒的药水。Still sane, exile. 分手，这是废物，基本上是个完全的废物。这个大概多少？这个不贵，这个大概就是，看我按错。At least you're relatively.放弃任务，我干嘛？你知道点太习惯了，你知道吗？就是那个你遇到那个瓦杆啊或什么的，你都要按它，然后按那个开始任务。
我就一个点的太习惯了。这个有搞头吗？有吧？这个我记得那个守护者会要吧？这是废物吗？干妈的，你这个只有一条直坠而已，你是不是在跟我开玩笑啊？你知道你那个两条是一条吗？它是复合。这把能做什么？我操！这棒子怎么那么神奇啊？打狗棒欸！那个棒子其实很烂，但因为物理基底最好的应该是卡鲁拳掌，因为卡鲁是攻速最高的。你那个基底不是一个打人的底，但是你出了一个打人的属性，所以尴尬。借你的运气一下哦，两栋欸，妈的，我每次进去欸，我这个联盟到现在啊，深渊洞大概只进去三次过，然后王只看过一次，出了一条两栋腰带，就这样。我干，冰点低于，是不是在暗示我？我看一下他的趴数，如果他是顶的，我就去下雨。全顶欸，全顶欸，哇，为什么会全顶啊？该放歌咯。全顶是啥小啊？我原本想说，他只要有一个没顶，我就可以凹过去。操你妈的全顶！我真的是他妈的白眼翻白眼，可以翻一圈再转回来。他顶到废。好强哦！你是三小所有属性。没有不会拿这只去下雨哦。我会再练，真的要下的话，就是再练一只去下。拿这只转的话，就不能玩这只了。这只很好玩。不爽哦！拿林希尔改造，林希尔应该不太好改。你想要玩一只贵族吗？应该是用贵族，我觉得。贵族或秘术。我好。
这样子好不好？今天晚上让我想一下，因为我昨天打到一件大 CI， 我在想我要不要 ES。如果可以 ES， 我就 ES。二不，我想我要 ES 还是要血量？我仔细想想。请问看守者之眼是必备的装备吗？不是，没有的话就是法术不会集回，血量比较没那么稳定。你这一顶帽子我要，这顶帽子好屌，这顶帽子好屌，这顶帽子就是冰雨必备的帽子，马上来跟你拿。既然要拿，没有，既然要做冰雨，我们就要做到最好的，好不好？不能乱用。既然要做，我们就要做到最好的。他这顶帽子看起来应该是也是顶到废的，我从来没有看过那么顶的黑羊之冠，你知道吗？你上次不是有配一篇 ES 的开一堆光环的？是，这个巨岩之环还好，我有很多巨岩之环。哇，你有大 CI， 本来我想想请观众能不能贡献一个。你这个也好顶，顶到废。我想问你一个问题，你他妈的把装备都准备好了是什么意思啊？你是不是很想要看我去下雨啊？为什么你他妈都准备好了？这个人好过分哦！忠实鱼粉。忠实鱼粉，他妈的鞋子都准备好，帽子爆干顶，腰带也超强，他腰带是15%，他均衡也来了，看，你这个不够顶哦，均衡也来了，我操，强推贫血 ES， 我要自己打这把洞。哇，你这把笔，这只，好啦，我应该很久以后才会再用到你。我要想一个秘密 build， 我要想一个真的很厉害的。我其实，你知道吗？身为冰雨教主，无时无刻还是有在想着冰雨的。我其实一开始我就想好我大概要怎么玩，只是我一直不想玩。但是，我心中有一些底，我心中有个底，大致上要弄什么？这个有戏吗？没有。这个有前途吗？没有， 我有想好一些大致上的东西。狂怒的武令壳应该串什么技能呢？把应该是把机会拿掉吧。先买核心装，现在就要买。那个核心装一定要先买，先买起来放着。真的是很不爽，骂你个逼！先买个核心装，唉。我想用这个帽子玩，趁它现在还便宜。
加魔。那个看起来比较顶的，这个不错，这个不错。哎，怎么刚好就你啊？你还先密我哎、欸！我操！哪招？妈的，刚好是你。先来拼一下，大致上长这样。我的鞋甲在这里。头衣、腰带、鞋子，我还不确定要不要穿这双鞋。这双还不错，我先放这。一堆人密你要买，你都没卖，靠北。这个算一条还是两条？算两条啊。等等，我不是要贫血吗？我要贫血的话就不能血甲。昨天还打到一件大 CI， 你知道吗？我昨天打到了。我还是回家，我还是要想一想啊，好不好？再让我想一想，我还没有很确定。我冰雨杖、欸。这个东西要想想一阵子，要想一阵子。帽子是确定是帽子，我应该是很确定要这个啊。我当初的构想是这样子，我当初的构想是这样。你看，每消耗200点魔力时，增加60%法术伤害。那、啊、你们还记得我插一颗伊泽洛珠宝，是不是加50%法伤？我的伤害妈就提升了大概快。1/7，我还记得，所以我只要故意把雨弄的耗魔很大，然后用装那个耗魔两倍的那个珠宝，你知道吗？你们知道那颗耗魔两倍的珠宝，耗魔两倍，然后法伤提高的那个珠宝，然后我只要雨一直按着，然后我法伤可以叠到，应该可以叠到差不多2500%法伤哦，差不多可以叠到2500%法伤。嗯，差不多可以叠到2000多%法伤。哦，那个冰雨岂不是沾到就死了？那你要六link耗魔才会高，不用啊，冰雨不用连起来，它就会串起来了。我不用引导的，我用手动放的。嗯。嗯，如果要往，或者是，我用圣宗的图腾，要不要分打王跟刷图的靠背？手动放不够懒。不用击毁啊！我因为判官，我如果用圣，我用判官的话，就是我会回魔；我用圣宗的话，就是我插图腾，然后图腾本来就很耗魔了。图腾的话是本来就很耗魔，然后我还是可以穿大 CI。耶朗，这件我有 OK 的。他妈你怎么六连呢、啊？没事的人，没事的人。来随缘一下。嗯，正宗应该比较好。我还要想，还要仔细想一下。等我想完后，随缘一下，没随到就算了，随到就屌了。
应该是没有了，没那么晒了，今天已经够晒了。嗯，妈的，最近功课也太多了，我又想要玩虚核，又想要下雨，他妈的左手虚核，右手下雨哦。这把要搞头吗？不太有。没有任何加成的火化兵，你直接手动放已经消耗快100了。对啊，因为对啊，你看我这样子，他就22魔了，22魔很多欸，我插堆垃圾上去给你看。我如果真的气扑扑，我把血魔法插上去，吓死人！那个号魔，假设我这样的话，他已经70了、欸。哎、欸，不对，不能插血魔法，插血魔法的话，他妈的不会耗，不会耗到魔，靠我腰，我他妈在丢高、哦。这样的话，魔是。应该可以更高，古堡插一插的话，应该这个闪电传送没有到，觉得应该要玩个要不玩赌，好啦，改天再明晚上再想啊，现在想不出来啊。要戴那颗头，哦，戴那个头会加号魔，对吼，放满200会加号魔。Need a map? 嗯。May your maps be merciful. 干，好扯！妈，为什么妈那个会是顶的？真的是，哎。妈你个操你妈的啊生气啊应该用老头会比较好吧要用你们觉得用图腾的比较好啊，还是用判官？看一下 Inquisitor 有什么。嗯，判官会回魔。Critical Strike 判官有个问题啊，判官一定要暴击，可是我觉得冰雨的暴分不起来。我觉得冰雨的暴撑不起来，冰雨的基础暴率是多少？因为我没有一次有玩暴的，我他妈都不知道冰雨到底多会暴。这一只还有点法爆，八发，爆很。哎呦，我好痛！打T18喽，好好好。真的是头。